我这个电商呢，你看在家该给你个，家该就遇到成本。假设来打那县里，挨个拜福拜老爷，县里个老单会决定多少时间时候就会拨杯，拨杯直接直换就叫做成本。成本的意思呀，就是心想事成的意思。大碟圣杯呢，最跟外朋友讲上来一款软妹，个名叫做样样圣杯，样样圣杯，样样的意思是 everything， 就是每一样东西。圣杯的意思就是代表着心想事成，所祈祷的、所希望的事情能够心想事成。然后它这里还有蛮多寄语的，就是潮汕人会比较喜欢的一些寄语，心意大堂，挣大钱，客家平安，顺心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客子聪明。包好顺顺，包好顺顺，这是一个重点哦，就是我们潮汕人是会拜拜的，我们都希望是就是拜拜能够保佑我们平安啊，能够一切都顺利啊。会改为这段时间平安啊，是三户来三小。这一次我会在视频的评论下面呢翻牌八位送出这个悠悠圣杯，希望你们也心想事成。下一期我也会做一个福利放送，会送给大家这个无醇葡萄汁。无醇葡萄汁，无醇呢它是没有酒精的，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他酒精过敏啦，或者是他有时候不太方便喝酒，那么他又想跟大家一起聚餐这么一个氛围，我觉得喝这个是很不错的。我喜爱蒙丽娜，做你个当做令头吃汤衣，只想买，我听他吃汤衣多一会，我立起了半粒，安那就多拿一块呢，拿一块呢。